有其提醒，此影片大部分的画面会剧烈摇晃，在这里可能造成各位的不适，请各位斟酌观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阿 B 仔。各位，你们有玩过《求生之路二》吗？有玩过的观众请在底下留言一，它里面有一个模式叫做 Tank Run， 今天我们就来挑战这个模式啦。我们的关卡设计在《求生之路二》的第五个地图教区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的挑战吧 ，Let's go。OK， 好，第一关的话，我们基本上拿好装备直接往前跑。第一关是非常简单的，基本上有看到 tank 的话，就基本上绕一下它就好了，不用跟它这边赶过了，就射射它一下，然后躲它一下，然后往前跑就是了。嘿，我绕。Don't shoot that car. Shit. OK， 我们一下子就到了安全屋了。其实真正最难的关是在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关，这三关里面是最难的，而且也最考你的幸运值跟你的技术。如果你没有这其中两样东西，你应该是非常难过这个 tank run 的。OK， 我们一开始的话，第二关就是要拿这个肾上腺素跟那个燃烧瓶啊。过后有一个地方就很需要它。哎，我们看到 tank， 我们先避开它啦。然后我们就不理它了，我们不要去射它，我们就是完全跑就是了。我们尽量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所以他还没有刷很多 tank 出来之前，哦，前面突然间刷了一个 tank 出来，我们直接绕他，不要跟他这边干，记住，玩 tank run 绝对不要跟 tank 正面干。哦，刚好很幸运，这边又有一个肾上腺素，直接拿来用，跑更快，直接往前跑。姐，跑这个房间里面，关起来门。我们先拆一个那个肾上腺素，在哪呢？肾上腺素直接跑。这肾上腺素如果在下一关会很需要它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最好都不要用它比较好了。这边的守卫有点失误，这边就有点幸运，我被 tank 打到很远去。这边也是，哦，我已经残血了，趁他瞒不住的时候，赶快直接补个命。哦，又给打了一下，没事，我们刚刚有补完命，所以60个血可以没有怕，我们速度还是一样，还是正常的速度，所以我们直接去关掉那个阿兰。然后我们赶快躲来这个缝隙这边，他们这边很难爬上来，我们可以这边拖一点时间，等到那个旁边的门开掉。现在就可以在那边嘲讽他们。OK， 门开了，我们直接往前跑。尽量看到地板有什么好捡的，就尽量去捡。那你知道下一关会有需要，而且屋就在前面了啦，希望旁边不要刷出一个 tank。 哦，才刚讲一下他就刷出一个 tank 出来了。 OK， 过关。OK， 第三关一样啦，我们就是准备好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发了。We gotta keep following the freeway. The bridge can't be far now. 哦，应该在后面。不要理他，我们还是一样往前直走。
完全不理他，直接一路跳着去。射射好一点啊！哦，不要再从这边出来。OK， 我把这边避过。直接跑，直接跑，不理他们，不理他们，不理他们。Let's try upstairs. I don't think they like the military out here. Okay. 目前我们的装备其实是够了。哦、oh, ，要绕绕他一下。哦、oh, ，OK， 成功绕过。他刚刚顶到我们，我们只能绕他，我们不能跟他这边干了。OK， 我们这里就要用到我们身上技术了，因为这个水平让我们拖慢我们的速度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身上技术直接加速，我们可以直接在水里面跑很快。哎，让他爬上去。哎，哦、oh, ，这边很多车，既然能避开这些车是最好的，不然就。先打了那个车飞过来，我们是直接弹地板。OK， 我们换一下，换这个派包。那我们要上去上面。哇，程咬金，跳！哦，给我们避开了。OK， 我们这边炸出一个洞啊，我们直接往上面跳。好，快远离这边，远离这边，跳走跳走。哦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还是可以躲掉。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最快的速度赶快走到那个安全屋啊，不然那个 tank spawn 的越来越多、啊。如果我们在被一直拖太久时间的话，对，差不多要到那个安全屋了，走过去，然后我们再走下去就到了。OK， 就是这边了，就是这边了，安全屋。OK， 通关。Next round。Hell yeah。OK， 一开始我们就先补一下命。反正那个补包有多，再补一下。OK， 然后准备好东西，我们直接去了。OK， 这是。最后一个最难的关卡，最后一个最难的关卡，只要过了这一关，第五关根本就是上上水，所以这边你们要注意一下咯，也祈祷一下那个天不要刷在一些不该刷的地方。OK， 我们目前这样看都 OK， 没有被天打到，继续往前跑。对，这边要去到楼上。哦，这边有个 tank。OK， 我们避开他，简单避开他就好，别跟他冲突。OK， 直接这边跳下去，然后继续往前跑。It's a goddamn maze。走进这个门那边。OK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他堵到我们的路了，可恶 ！OK， 哎，给他打一下，打过来了。什么都不说，我们直接跳下去，直接开这个车。OK， 然后拿着我们的这个煤气弹，你看这么多坑，直接射爆他们，直接跳走，直接跳走，炸开他们，直接开杀出一条血路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，继续避开他们。继续躲他们，绕他们，再拿一个汽油，点着我们后路。OK， 我们再跳回来下面。再跟他们我清完绕住，先补个命一下。Oh, OK， 我不小心给他打到了。再给他们火吃一下。OK，
再给他们秦王绕住一下。OK， OK， 我们路已经到了，我们直接跑前面往前跑。好，跳下去。Arrives here. Oh shit！ 他太顶着我了，我收不到那个美金弹哦。Fuck！ 我们血有点堪忧啊，哈哈哈。不过不用紧，我们有止痛药，我们拿止痛药来吃。OK， 我又复活了，直接继续往前跑。We have to find the bridge again. Oh no！ 还好把他杀了，跳下去先。OK， 再补个命先。OK， 记得去了，赶快再继续往前跑，而且我也是要到了。There's the bridge. What？ 哇！太贱了吧！从旁边突然蹦出来，哦，不过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们要到了，我们要到了，我们要到了，我们到了，前面就是安全屋。哦哦哦 ，yes yes， 啊，过关 ，OK， 最难的三关已经过了，后面就是杀杀谁了。我们也是先补个命先。准备好装备，然后就开始了。OK， 去点这个。Hello。然后去点这个。OK。You heard the man. Let's get across the goddamn bridge. 然后我们再回去拿一下我们的装备。等这个桥一放好，直接往前跳。基本上跑到这边真的是没有压力，就是往前跑而已。哎，你看前面有tank，不是我们绕另外一边走啊，另外一边走啊，不是讲只有一条路。哎呀，逼逼他就好了，没事，不要跟他一杠，接我往前跑。哦，上面还有一只 ，fuck， 不过还是没事，还是继续往前跑就没事了。哎呀！刚刚那边如果我再走进一步，我应该是要重玩了。他们后面那边开始砸车了。哦，前面又有一个tank。哦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哦，先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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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跑，OK， 我们看到终点了，直接往前跑而已啊！赶快跑，赶快跑！OK， 挑战成功！哦，炸掉那个桥，爽啦 ！OK， 今天的 Tank Run 挑战成功了。各位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之后可能还会再出一些挑战影片啦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